好，我是小谢。你好，我是建伟。你好，我是小周。你好，我是小庄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范斌。你好，我是采购部小谢，我保证为每一只高管的颜料做出最佳选择。我在用心操作，为了拔出每根钢管都符合您的要求，我是生产部姚二强。你好，我是生产部的彭元建，我保证每支出库的钢管都是优质钢管。我是质检部赵润，我正在为您检验钢管的各项尺寸，保证产品质量是我们对您最好的服务。我是生产部田电子，每一根钢管的清洗我都会认真对待，钢管的清洁是我的工作，更是我的责任。我叫江立红，我正在按照生产工艺要求检查出炉的钢管，我对每根钢管的质量负责。先进的仪器加上我负责的态度，是优质钢管的保证，我是质检部的庄世明。保证每根钢板质量度，弯曲在我这里不允许存在。你好，我是技术中心的刘华安，我现在正在按照您的要求做耐压爆破实验，确保每项数据的正确性，是我对你最好的服务。我叫裴祥斌，客户对我们的信任，我们用支数、重量的准确和包装质量的完美来回报。你好，我是行政人事部小谢，我正在为我们的员工培训，以不断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，更好地为大家服务。我是销售部的夏梅，负责开票工作，价值推量已经三年了，每天都有100份的发票，每天都会及时完成，我的存在因您的需要而存在。Hi, I'm Sophie. I'm preparing the shipping documents for you. I will give you the best service. Buenos días. Bonjour. Merhaba.ただすみちゃん。Guten Tag。Hello。我们是光的天涯人。我们